固定啦。重庆的噻，重庆在，重庆在啊！这刚才他们这个音乐一放起来，大家就觉得很燃的那种感觉啊！是的，让我们用这掌声欢迎2018年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冠军重庆钱江实业小学篮球队的同学。哦，教练也来了。是的，我们欢迎教练。大家好，韩哥好，各位主持人好。哎呀，我叫王先锋。先锋啊，先锋啊，先锋，是个音响啊。是他们的教练。我们今年在那个秦皇岛参加了一次全国小学生联赛，共有32支队伍参赛，我们是获得了 U10组的冠军，也能是在所有参赛队伍当中身高最矮的，但是弹跳力是也是最好的，最棒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好说，反正不好说。你那么谦虚干嘛呀？我们比第二名高多少分？二十多分。坤坤小时候是不是也喜欢打篮球？是，我之前在校队有穿过这个五号，那五号。哇，五号，你中奖了。你是打什么位置？我应该跟他一样，你是不是打大前？中锋，我是打中锋。打中锋，他比我厉害，他比我高，我打大前。哦，你打前锋对不对？不，打前锋。打得好，那应该打不动啊。啊，我们来问一下，谁是队长？队长。你是队长是吧？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叫工程，今年10岁了，我在球队打的位置是组织后卫，我的外号叫小 KD， 简称哦。